后来我发现不对劲，他们得占点别的。有海鲜汁什么的，麻酱怎么吃？麻酱搅一搅就吃了呗。麻酱，他给你上好，你整点酱油，整点醋，往里一搅就完事了，就开始蘸。其实麻酱的主要意义，我觉得是为了让那个肉啊冷却下来，要不然太液了。主要是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，我觉得。哦，暗夜猎手居然选择威恩跟我打，小伙子我戳，还没到，哎呦啊，这前期确实这维恩是个馅儿霸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几个人能打得过他。把药吃了，叫打野。这波不升二，我有点危险呢。这谁他妈给我一给我调非智能施法了？没事，一换一。哎，谁给我调的呀？我天哪！我这一小兵还得点一下，可累死我了。不过我们的兵线很赚啊。兵线还是很赚的，血赚呢这波呀！一扣中风呀，没事，必死，问题不大。刚才那个一扣耳链咋没出来呢？别别别！我的哥！前期可不能吃兵啊！你可以到后边后期吃点兵，这倒也行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前期吃兵。就不行，前期吃兵太伤了，二幺零了，我们有点无敌了。我这一看，赏金150，中后期吃点兵可以，前期真的兵太重要了，不能老吃那个线上的兵，你知道吧？前期的兵，如果你吃了。就可能得十几二十分钟才能给他打回来。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一扣耳链 A 一下，再 A，A，W 接戳，接平 A 走，再 A 再戳，一过来，一扣中，哎呦，我操！等他身上那个E没了，我们再上啊！死了！不是，我不是反向扣的，我按的前面扣，他自己吹到后边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可能是个 bug 吧 ？BUG。
我拖平 A， 平 A， 再拖 A， 再 A， 假装打不过一过来，一口耳链一回来接大招，我操，这塔也能打着我！哎呦，我这边这么秀，这一个防御塔一个砸给我砸死了，哎呦，我好气哟、哦！这能砸着我啊！哇，他下来，我一个点烟接个戳，他就死，然后我们再一个 E 走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将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结。几个人呢？来来来来来，中风，戳 A 一走，一扣耳链，中风，这刀锋怎么带个不灭呀？这刀锋啊！走了，溜了，出个小绿小黄操，神域透镜，其实不瞒你们说，今天早上我八点就起来了，没错，又是快递给我整起来的。哎呀，八点起来以后吧，我觉得还是太早了，我就没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能来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其实我来也能来播，但我觉得吧，我来的这么早没啥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就还是九点多快十点来的。哎，小伙子，哟我操！这个刀锋肯定是起了杀心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过来他不可能空手走，所以我们刚才直接 Q 闪，他肯定得跟我干。走了，电刀来了。出绿叉，别出电刀了，我不，我就出电刀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啊？回首往昔，进一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一扣耳链，打不了戳 A， 走位，中风接大招。戳 A 一小兵平 A， 戳 A 一 A， 再 A 一刀戳一下，一扣耳链，哎，拿下。
不少啊，这不少，这不少，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。戳一刀 ，W 戳再 A， 一 Q 耳链平 A，A 戳点烟一过来 A 一刀接一个戳一回来一 Q 耳链一 Q 耳链一 Q 耳链，把一塔拿了。中锋 W 一手 EQ 耳链戳一刀，中锋瞎呀，居然没中锋，这回该中锋了，接大招戳一刀 A 一下 EQ 耳链一回来戳一刀 A 一下一走接中锋接平 A 死了，没办法回家出装备，是他提卡提克亚护手。带个小针眼儿吧，吾之荣耀一别一切，五秒内受到825伤害，会给我一个护盾，给一个446的护盾也行了啊，打个红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来了，可以打。纹音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们现在越塔杀这纹音就是玩一样。懂什么叫玩一样不？先插个针眼啊。一扣耳链一过来接大招戳一下 A 戳平 A 再戳，哎呦我操这都没死，不就是个纹身吗兄弟，戳闪他跟我在这还玩上了小伙子，我看谁好死来，走到我脸上，小黄毛。这没办法，这实在是没有血了，尽力了。来的人他有点的多。这就是出蟹手的牙锁，你知道吧？这要是出把无尽，指定是没这效果。我需要一个吸血，其实这样吧，我先整个暴击，然后我再整个吸血，我如果没有吸血我太难活了，真的我实在是没有吸，有吸血我们还能活一活，走这边去下路，对，就追，就硬追，哎，对，就追。大上来戳一刀，一扣耳链平 A 戳 W 一过来再 A 两刀中锋，戳，再戳一扣耳链，小威烟救人，
正风，看看有没有红。拆塔，把塔子拔了。打我都不掉血，因为我的血实在是太多了。中风，追踪，我就给他们干没了一波。往哪跑？往哪跑？一口耳链，75块。我催你了，拜拜。你等着啊，我不用你在那里 AQ 在这里烧，你等着，一会儿有兵呢，我指定是摇不了你。守不守塔呀？这我错，拿下！兄弟。